她是没有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，妾身不敢，只是太夫人让妾身执掌中心。说起太夫人，我便想起来了，乔姨娘技不知会我，也不禀告太夫人，私自用刑，居心何在啊？冬青，我们摘几枝花回去，插入瓶中，放在屋里也能得些意趣。嗯。哎，冬青，那朵好看。 谢侯爷，无妨，举手之劳。听说你一直忙于各处做善面的事，辛苦了。我也是闲来无事，想说做点女工尽尽心意罢了。乔姨娘是因为你刚嫁入徐家，不熟悉家里事务，暂代你执掌中馈。你才是我们徐家的主母。侯爷是想让我执掌中馈。 执掌中馈是主母之责。夫人，侯爷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侯爷可能是希望我能尽快熟悉徐家事务，执掌中馈。我本来以为侯爷会像太夫人那样偏心乔姨娘，没想到她倒是挺公正的嘛。 我看看，夫人，妈妈，哎，这些是什么呀？是御赐的蜀锦，周妈妈刚派人送过来的。蜀锦，哎，我看看，这不对呀！我在侯府这么些年。 还没见过有人敢往夫人房里送这等货色，这不是夫人的份力，这不是夫人的份力。嗯，好呀，夫人，这侯爷才不来几天，他们就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。这件事啊，关系到夫人的身份地位，咱们寸步都不能让。嗯，我得去找周妈妈，看她到底安的什么心。哎，唐妈妈，别去了，不需为这等小事与人争执。 夫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些人呐，惯是欺软怕硬的。您这第一次要是妥协了，这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。再者说了，这伦理纲常、尊卑有序，岂能容得了他们随意造次？我得去找他去。哎，夫人，我觉得陶妈妈说的对，得让他们知道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。 你以为那些管事妈妈有这么大胆子啊？不过是听人吩咐罢了。难道是太夫人？太夫人才不会操心这些小事呢。如今执掌中馈的是乔姨娘。乔姨娘？嗯，是她的话就更应该闹一闹，当面一套背地一套。她本是名门嫡女，现在又委身为妾，想来也是可怜之人。 更何况我也不在乎这些，随他去吧。夫人，好啦，乔姨娘，你可得为老奴做主啊！就这婆子，她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打我，你看看把我给打的，你看看，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！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简直是！ 若人人都以为自己有理，便可以出手伤人，这天下岂不大乱？谁先动的手？他，就他，大家都看见了。我还没开始打呢。啊！聚众闹事，惹是生非。凌家法处置。来人，将陶妈妈杖责20。哎，不是，你，你这就分明就是针对于我。
你以为这样大家就能信服于你吗？你连我们夫人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，你别看你现在执掌钟馗，长久不了。若夫人想要钟馗之权，只管让他来找我，何必让你这个疯婆子在这儿放话？你目中无人，以下犯上，再打十仗，给我打！你住手！夫人，是这陶妈妈先出手伤人，我遇上了，若是不闻不问，要是被侯爷知晓了，岂不会责怪我管家不严？管家不严，所以你便管到我头上来了。妾身不过是责罚了一位不知深浅的老奴。夫人，你怎么就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？东京琥珀，先把陶妈妈扶起来。是。陶妈妈犯了错，大可以告上西跨院，由我来管，我来罚。可乔姨娘也不知会我一声就私自处置，怕是没有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。妾身不敢，只是太夫人让妾身执掌钟馗。说起太夫人，我便想起来了，这陶妈妈是尊哥的奶娘，尊哥又是在太夫人的院里，算起来陶妈妈也算半个福寿院的人。乔姨娘既不知会我，也不禀告太夫人，私自用刑，居心何在啊？是妾身唐突了。还是那批蜀锦的事儿。这周妈妈呀，把正室的份例送到了乔姨娘那里，却把妾室的份例送到了四夫人那里。这陶妈妈肯定是气不过了，两个人呀就打了起来。这件事你怎么看？这什么呀？你都跟了我几十年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恕老奴直言，各房的份例啊是有章法的，如若这般的随心所欲，那岂不是乱了套？唉，边房这个孩子呀，还是性子急了点儿。是啊。